是 Amanda， 我们来看10月14号星期三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水瓶座的朋友们。最近这种短期的投资呢，其实获利会非常的满意。巨蟹座的朋友可以留意家庭当中会有一些好事发生。牡羊座的朋友透过在职的进修可以增进我们的实力。比较需要留意的星座，提醒天秤座的朋友们，会有一些意外的打击，让自己觉得有一点焦虑了。处女座的朋友可能太过认真，但是身边的人并不会非常的乐于接受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绿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黑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3，颜色是红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5，颜色是蓝色。